Hello，早上好。今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因为今天是我们在泰北小城清莱的最后一天。准确的说，其实只有半天时间，因为午后我们将会搭乘长途巴士离开清莱，前往清迈。我在前几集的视频里说过，我们将会把在清莱的最后一站留给白庙，所以今天一早趁着天气还没那么热，我们就抓紧时间过来了。早就听说白庙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拘一格，从路边坐在长椅上的卡通人物雕塑和入口处的雪糕桶的造型来看，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白庙的开放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但由于它实在是真的太过热门，所以想要拍出的相片不是人肉背景板的感觉的话，建议还是早上尽早过来为好。我们现在买好票了，外国游客100泰铢一个人，如果是泰国公民的话就免费。哈哈，闸口的工作人员说太太今天的裙子有些短，建议先去隔壁租条纱巾围围再进去。之前的视频介绍过清莱的三大景点白庙、蓝庙和黑屋，其实只有蓝庙是真正的寺庙，有着装的要求，但白庙居然也有着装的要求，这着实令人有些费解。虽然太太心里有些不爽，不过入乡随俗吧，既然主人家有这样的要求，那咱们照做就是了。纱巾在隔壁的商业街就有的租，押金100泰铢，租金20泰铢。多少？20嘛。押金100。好了，现在已经整理妥当，那我们进去吧。说起这白庙，又称白龙寺、灵光寺，官方名称龙昆寺，是泰国清莱的寺院式建筑，始建于1998年，至今还没有全部完工。设计师据说准备花60年的时间来完成它，所以白庙没有历史故事，它可以说只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与一般泰国寺庙的金光闪闪不同，白庙通体洁白，屋顶是纯白的，墙壁是纯白的，连寺庙里大多数的雕刻也都是纯白的。今天天空作美，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在这种高饱和度的蓝天的映衬下，静静伫立的白庙更显得神圣和纯洁。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的纯白庙宇，白得让人有些震撼，仿佛一座落入凡间的琼楼玉宇。古人诗词歌赋里形容的天上宫阙，估计也不外乎如此啊。一般而言，纯白的建筑久而久之大多数都会由白色变灰色，但白庙白得可真为一尘不染。这一方面反映出白庙工作人员日常的打理非常用心外，也得益于在白色的建筑材料之中加入了白色或透明的玻璃、镜片、银等等带光感的材质，这让白庙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白色光芒。白庙的设计师和上一期介绍的清莱钟楼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就是泰国兰纳著名艺术家叉棱钗科细琵琶老师，另有中文译名叫许龙才老师或叉人钗老师，不管是什么样的称呼，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白庙的规划布局包括了9座建筑，其中有戒堂，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主建筑，遗物厅、冥想厅、展览厅及增色。要去往白庙的戒堂，必须先经过一座建在水池之上的纯白桥梁，这座桥又被称为做奈何桥，
这座桥可谓是游客扎堆打卡的地点。而在设计师的本意里边，这座桥是象征着从地狱通向天堂的路。而且你会在这里呢，听到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对在走在上桥面上的游客喊话，让他们不要往回走和回头看。所以像现在镜头里桥面上的游客走上去再回头拍相片的是比较忌讳的。在桥体两侧仔细看，桥下是数不清的从地下伸出来的手臂，还有丑陋的骷髅头。也不知是想求救还是怨念，在这一片小小的万丈深渊里，将地狱灵魂的挣扎、哭喊、忏悔以及等待被救赎表现得淋漓尽致。桥下那些数不清的人手象征着无所约束的诱惑和贪欲，是抓住你不得前行的各种欲望，让人深感惊悚之余，也令人在过桥的时候不禁在心中多了份严肃和敬畏之心。这些就是设计师想要表达出来的人世间因被抛弃的各种恶吧。你必须穿过这无数的人手的拉扯，就像要挣脱所有的欲望和折磨，才能走进内心真正的平静一样。这也是为何工作人员不停地提醒不要回头和走回头路的原因，因为需要毫不犹豫地跨过这充满罪恶和怨念的地狱，才能留下最纯净的心灵，到达圣洁的天堂。跨过桥梁象征着轮回解脱，需要克服贪婪。而在另一侧的桥头上有两座紧纳罗雕像，走过它们也代表着进入了天际的大门。大门的两侧是阎魔和罗侯雕像在把守。过了桥后便是另一番天堂的景象，在烈日下白庙的神圣感尤为突出，各种雕刻形象各异，线条多变。走近细看，你就会发现白庙不仅仅因为建筑的白色在发光，更是因为每一处雕塑都镶嵌着细小的镜面，将阳光按照不同的角度反射出去，从而使得整个建筑看似洁白无比。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白庙的戒堂的门口。白庙的戒堂是白庙的主体建筑，整栋建筑纯白色，有银色的镜面做点缀，结构上仍是泰北传统寺庙式的建筑。戒堂内是有白色玉佛和壁画可以参观的，不过需要脱鞋进入，而且不能拍照。那就先容我进去参观一下，之后再给各位做汇报。好了，我现在已经从戒堂里边出来了。其实偷偷的告诉大家，我是很想拍拍戒堂里边的景象的，所以我走了两次。但很不幸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来摄像的大疆 Action 2在前后两次进入戒堂时都会无厘头的自动关机了，似乎戒堂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让我去进行拍摄。因为不知道这是不是只是我所遇到的事情，所以在此我也只能说或许这只是我的个案而已。不过联想到前几天我放无人机的时候，当无人机飞临白庙上空时，也同样遭遇到非常强烈的信号干扰，无人机差点失联。这不得不让我严重怀疑白庙这里是存在着一股神力的，可能白庙也只想让来参观它的人将印象留在人们的脑海里，而不是留在影像里。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只有记忆才是最珍贵的。好了，那我们说回一下戒堂里的情况吧。戒堂里是有一尊白色的玉佛的，玉佛前面坐着一位僧人。那位入定的僧人我搞不清楚是雕像呢，还是某位圆寂的大师的真身，因为太过的栩栩如生了。戒堂里的壁画也十分的华丽，但是主题却相当的迷离，尤其是在进入戒堂大门
后两侧的墙上，你可以看到烈火和恶魔的面孔，而且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哈利波特、超人、黑客帝国里的尼奥、猛鬼街里的弗莱迪·克鲁格、终结者、咸蛋超人、哆啦 A 梦等等的影像，并搭配核战争、恐怖袭击、油田爆炸等等的场面，展现当代世界的各种危机景象。不要觉得把咸蛋超人、美国英雄和卡通片里边的角色画在寺庙里边就会很突兀，其实刚刚好相反。艺术家非常巧妙地把世界各地的英雄通过精巧的绘画艺术描绘的不同凡响，可以说每一笔都是用心制作，也带出了他想告诉世人他对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定义。所以在里边你并没有觉得这些壁画会与寺庙的主题有任何的违和感。具体的那种感受估计只有亲临现场才能体会得到，因为我已经进去过两次，想偷偷拍摄但都不成功，正所谓事不过三，而我的描述也未必特别的精准。所以想要感受白庙戒堂精髓的小伙伴们估计得亲身来一次，亲身体会后将会比我的描述更为精彩和深刻。参观完戒堂，喜欢拍照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在戒堂周围的过道走一走，这里的雕刻非常的精细和漂亮，会令你感觉天花乱坠之余，让人有种颠覆了对传统寺庙建筑的想象的感觉。这里你可以观察到有许多白色火焰造型的雕刻，边角部分都好似龙尾一般的向天空延伸，若没有亲身来过这儿，是无法感受到那种整个寺庙就像一间雕塑美术馆的那种震撼感觉的。
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出口这里呢，是有一个休息长廊的，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的留意，直到听到一种风吹过之后稀稀刷刷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许愿牌，整个的长廊顶上密密麻麻的，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们估计就要绕道走了。现在我们继续去白庙里面的其他的区域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加惊艳的东西。白庙的范围其实还真的蛮大的，里边除了主体建筑戒堂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造景，例如这里就一个什么洞穴艺术，不过这个区域是需要另外购票才进入的，而且我感觉似乎里边也没啥可看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了。别以为白庙就只有白色一种颜色了，其实白庙也不完全全部都是白色的，例如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的这个地方就蛮金碧辉煌的，因为来之前我们就听说过白庙里有一个金色的厕所，但目前还没看到，反而在院子的另外这一侧有一栋比较大的金色建筑，具体里边是什么？让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这里边貌似还蛮大的，
不过人影都没有一个，只有我们和刚才的那一对外国夫妇，就四个人。这里边应该是个展厅之类的地方吧。搞错了，这里边应该不是展厅，而是一个类似售卖纪念品的地方。商店也搞得如此的恢宏和金碧辉煌，让我有点以为去了中东石油国家的酋长国的错觉。前面这个白色的亭子叫做许愿池，里边有一个圆形的池子，大家都会往池子中心抛硬币来进行许愿。而许愿池四周伫立的这四个类似圣诞树的物体，其实也是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许愿牌的，所以可以称之为许愿树吧。前面这个金碧辉煌的建筑应该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黄金厕所了。差能插科细琵琶老师所设计的这个皇宫级别的厕所可谓金碧辉煌，用精美绝伦华丽无比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据说是世界上被拍照最多的厕所，因为每个来过白庙的人都会在这里留影，因为大家都不把它当作厕所来看，忽略了它的功能性，而直接把它当成一件艺术品了。听说厕所上面就是差能插科细琵琶老师的工作室，
把自己的工作室建在公共厕所上面，这个想法也确实比较奇葩，换作我就肯定不干了。所以说，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他的想法还真的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白庙大部分建筑都是白色的，而偏偏这个厕所和刚才所见到的纪念品商店反而是金色的呢？有那么一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啊。据说呢，拆能插科细琵琶老师呢，把金色象征成金钱的欲望，所以要和白色的戒堂呢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把白色的戒堂比作心的话呢，那金色的厕所就比作身。可见身和心也是可以做到和谐统一的。所以为什么说整个白庙是一件启迪心灵的雕塑艺术品，就是这个原因了。不过既然这个黄金厕所如此的大名鼎鼎，一场来到没有理由不把人生中这仅有的如厕机会给白白浪费掉的，好歹都要在这里留下些味道。反正一大早估计也没什么人在里边，所以拍摄一下也不应该不会侵犯到他人的私隐的。我们现在出来了，我说说白庙的这个给我的整个感觉吧。白庙作为清莱最著名的景点，可以说是必到之处。而它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世界非黑即白的事物很少，能够黑白得纯粹的更是寥寥无几。白庙就是这么一种纯粹的美，而这美中呢，对峙着是人的欲望、恐惧与贪婪。或许这片纯粹也就是人心，能否守住这本有的纯粹之美，全看人心的定力吧。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皆在人心。白庙就凭着这份设计的意义，也值得一去。好了，随着白庙游览的结束，我们在清莱的行程也即将告一段落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酒店，吃完这个早餐后，我们就准备去长途巴士站坐巴士，开启我们的清迈旅程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请点赞、关注和分享哦。点击屏幕右下角的小方框就可以直接订阅了，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了。那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如果想知道我们在清迈的经历，记得留意我们的下期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见。